一开始静灵就是我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你？什么是我？不管怎样，浩辰，你千万别告诉别人，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。你现在就走。走，去哪儿啊？不管去哪里，离开这里。为什么？不要问为什么，总之是为你好。我不走，我还要去找嫣然呢。起码我就送你离开。我不走。 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有我在，不要怕。你手还好吧？我没事。静灵，龙族在这座城市很危险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这里？难道就是为了叶然？因为叶然对我有恩情。叶然？ 十几年前，我被人类追杀，受了重伤，躲了起来。是叶然救了我。你怎么知道是叶然？我把我的手镯给了他。就是那个手镯。我才知道我要报恩的人，原来就是他。 还好是叶然，我还真担心，要是我回来找到的是坏人怎么办？不过，我还没有把真相告诉他。静良，你千万不能告诉叶然你的身份。听我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啊！多一个人知道，就多一份危险，你懂不懂啊？什么坏人？ 什么危险？叶然是我唯一最相信、最亲近的人，我不允许你那样说他。浩辰，不要争，不要抢，记住妈妈的话。不要争，不要抢。以后叶先生就是你的父亲了。 我不再是你的母亲，你记着，以后要多忍让，不能争，不能抢，记住了吗？我没有能力爱谁，哪怕他是我儿子，不要争，不要抢。 开始，静灵就是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静灵，我一定会守护好你，哪怕你爱的人。 不是我。